各位 SNE 的伙伴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朋友那边，然后他就说他介绍我是 SNE， 我就跟他讲什么来的，我都没有听过那个是什么产品。然后他就说你可以买回去试试看，然后我就说好了，这样子买回去试试看啦。买去我们是想到是测我们两公婆的健康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因为之前我也很难怀孕，我大那个儿子已经十岁了，因为之前一定是有B嘛，因为我是开刀生的嘛，我大那个，然后过后我就有六年我就想怀第二胎，一直都没有了。我们去看医生，医生也没有说什么问题啦，然后我们就吃这个 SNE 吃了三个多月，然后我就看医生，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讲你有了哦，然后我说你有没有验错了，你搞清楚一点先。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讲没有啊，我没有搞错，你是真的有了啊。因为我们吃这个 SNE 我们是两夫妻一起吃咯，早两粒晚两粒咯，然后我又有喝他那个寿美茶，喝到有了我就没有喝了啦，一直到怀着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吃到生，然后他现在才两个多月罢了，然后他现在出来第二天他已经吃SNE了。